是。各位来宾大家好，非常谢谢大家来欣赏我们的这一次演出，哎，非常谢谢台铁给我们这次的机会。我们四年前来过这边表演，然后四年后之后，我们以同样的一个团体，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非常的感谢台铁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然后可以让我们喜欢的音乐传达给大家。那通常我们会讲话，其实就是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就是想要告诉大家什么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需要休息，所以我必须要讲一点话。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接下来带来这首曲子叫做《你的名字》。《你的名字》比较特别，它是一个动画曲 的一个电影的配乐，然后里面有好几首曲子 穿插起来，然后非常的精彩，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老师，他们还在需要两分钟吗？我觉得啊，够了。哦，对，没有，我是说可以多休息一下。我很想问，请问说这个最年轻的这位演奏未来的演奏家，这位妹妹几岁？小六哦，小六，那你学音乐学多久了？啊，才学三年，学三年就可以表演是吗？小六，他是最小的吧？你不会是小五吧？你是小五，有没有小三？有没有？不是，你也是小五啊？啊，你们国中，你不会是国中吧？啊，老师不会是国中哈、哦？老师学多久？你学一年，老师张子慧太厉害了，学一年大家就怎么样？我一直在里面找一个哈、哦，因为我以为本来以为他是外国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吧？不是外国人嘛哈、哦？然后呢，里面最资深的是谁？哎，对，资深的，我指的是，哎，年龄比较年长的，学不一定学最久，有没有最年长？我们有小五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最高的有没有到六十岁的？没有，你没有啊？他年龄是秘密，他不能这样讲哈、啊。来，这位很斯文的帅哥，你有没有四字头了？有，做事忘我。啊，快了哈，有做四忘五哈，也有做一忘二，没有啦。小五几岁？十一岁哈，这样表演这样子下来会不会很辛苦？很好，有没有觉得说这样子，这样很随机，像快闪部队这样子哈，在表演有没有给你很大的挑战？还好，这样感觉是不是很好？因为这样最贴近你的听众嘛，对不对哈？因为听众你看哦，是慕名而来的吗？不是哦，他是怎么样慕音而来的？你看哦，本来你们，请问一下，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听？啊，因为不用买票吗？不是啊，哎呦，一张票1600，来，请问你站很久了，这位大哥，你为什么站这么久听我们的音乐？早上也是。哦，原来他是搭3:40的，他没地方去了。没有，人家也很好听嘛。喜欢听这个，对啊，重点哦，太太哦，她很喜欢听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音乐真的很棒哦。来，我们再访问一个也站很久的哈、哦，好像你是被音乐吸引过来的吗？是哈、哦，可以吗哈、哦？好听哦，真的哈、哦，哎，这样休息够了哈、哦，张老师，真的有点脱线的那个什么主持人哈、哦，我们哎，刚刚我有问老师说可不可以 uncle。我们听完这个你的名字再说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掌声给他们一点鼓励，谢谢。
一下，请大家安口一首，好不好？